是问下列哪一个不是多项式？好，那不是多项式的规则呢，很简单，就是只有不可以在分母、根号和绝对值。那我们来看，第一个呢，第一个选项 A 选项是0。好，那0可不可以是一个多项式？好 ,f of x 如果等于0呢，代表它是一个0多项式。好，因为它没有在分母，也没有在根号，也没有在绝对值。所以 A 呢是可以的。好，再来 B 选项呢。B 选项的地方有没有分母有一个 2x 加1的 x, 所以它跑到分母了，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多项式。再来 C 选项呢，负的 298, 好 ,f of x 等于负的 298, 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常数多项式，好，因为它也没有在这三个条件之内，所以 C 也是对的。再来 D 选项，根号 x 减 3, 好，这个 x 呢在根号当中的，所以这个呢就不是多项式。再来最后一个 E 选项，不是分母，不是根号，不是绝对值，所以 E 选项也是对的。所以我们这边的答案呢，不是多项式的话，就是 B 还有 D。